是脏，你敢打我？你给我滚！谢谢。哎，你别进来！你看你脏的，别把我家地踩脏了。等着，妈来了，快进来啊！不进了，我脚脏，蹭干净点。你大包小包的带着什么东西啊？这不季节到了吗？这些啊是蔬菜，还有苹果，还有玉米，拿来给你们尝尝。哎，得了得了，知道了，这些东西啊市场里都有，以后别拿来了。我知道你们能买到，这不没打农药吗？里边啊还有鸡蛋，给你们补一补。真是的，鸡蛋也当好东西，放那吧。妈，现在太干净了，你别在意啊，快进来吧。哎，那个我大孙子呢？他洗澡呢，你别进去。哦，妈，来进来坐。你什么时候走啊？你怎么和我妈说话的？我就问一下，怎么了？还想住在这里不走了？那什么，我就想看看孩子一走，不耽误你们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今天晚上就到这儿住，多住几天。多住几天，咱家可没那个地方。哎，你要睡啊就睡在那个大衣柜里，那里面可宽敞了。睡觉的时候记得把门关上，别打呼噜影响孩子休息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家里的猪还没喂呢。啊，我先走吧。妈，你别走，该走的人啊是他。什么？我走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就凭你这么看待我妈。你看不上他，可是房子是我妈攒了20年的首付，从他进门的那一刻起，你给他过一点好脸色吗？就这样我妈都没有生气，一次次的忍让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庭和睦，而你呢却得寸进尺。我妈好心好意从农村带点土特产给咱们，你不表示感谢就算了，句句嫌弃，句句讽刺，竟然还让我妈睡大衣柜里面，那里面能睡人吗？将心比心，如果我也这么对待你妈，你能接受吗？你也有儿子，将来去你儿子家遇到你这样的儿媳妇，你是怎样的感受？我妈可没有这么脏。身上的脏容易洗，可心里的脏洗不掉啊。在我眼里，我妈勤劳吃苦，爱护儿女，是最干净最善良的人，而你呢连百善孝为先都不知道，你的心都是黑的，你才是无药可救。你说谁无药可救了？他就是脏。你是，你敢打我？你给我滚。谁为你把泪